今天我刚刚从警察局被这个多媒体委员会和警方这个问话了超过两个小时。我们可以看得到他们主要是说我们呢在孟子书上分享不利于国政的消息所以呢针对这一点呢就企图进行这个政治打压。那么今天下午呢大概是3:30到4:00在完全没有通知我的情况之下，多达10个警方多媒体委员会政治部的这一个官员全部杀上门来企图来搜查我整间屋子。我就再三的告诉他们，我们呢是奉公守法的一等良民，我们呢是一路来都跟警方配合合作，可是他们不听，还是要出示搜查证，硬硬的要去我的家里去这一个搜查，然后没收了我的手机电话，没收了我的这一个电脑我告诉他们孩子们要用电脑，小孩子有在家里不要来吓到小孩子，可是他们也不管使到整家里的小孩看到这么多警察杀上门来这个对他们的童年是一个阴影，这是非常不人道的做法。除了上我的家，更加离谱的是几乎所有的官员还上到我的这一个我父母在石兆元的老家，我爸爸80岁心脏不好，可是他们还是不管，连我的父母老年迈的父母也要上去骚扰要上我的家里去搜查我的老家。除了我自己的家，我的老家还有这一个在我太平的这服务中心，服务中心的资源也吓坏同时间这么多大批人马上门来。所以各位，马来西亚已经进入非常黑暗的时代。刚才我在里面问话的时候，他们现在几乎还想要来恐吓我们的代表律师我的代表律师梁作金律师甚至于说要向律师来录口供要去希望律师害怕的不敢代表我们。各位，马来西亚已经面对一个生死存亡的关头，大家都看得到这个黑暗的势力是如此的恐怖。今天我可以成为受害者，明天你也可能是另外一个受害者，所以让我们勇敢地站出来，结束黑暗迎向光明。这届的大选是我们最后的机会，今天他们可以对付尼格米，明天他也一样可以对付你。如果连我们身为国会议员的都没有最基本的言论自由，让我们马来西亚的人民都没有最基本的人权的时候，你还能够引以为荣吗？你还能够坐视不睹吗？你还能够视而不见吗？所以各位，沉默与麻木是民主最大的敌人。这个国家就是要有热血的青年，热血的人民站起来，一起用选票推翻终结这一个国政的种族霸权所以各位，今天我的同志们，大家风雨不改下着大雨还是在晚上陪我们到今天，我非常的感谢行动党的同志，那就是有情有义的政党。我们的同志一人一方有难，八方声援。所以我在这边也希望所有的读者，所有的同胞们，马来西亚是我们的，不是南极，不是罗斯玛，让我们一起为公义，为正义继续奋斗让我们努力奋斗。这一届大选记得改朝换代，告别腐败，为了下一代。谢谢你。我被马大拉就11%我老婆好嘅，我仔女好嘅，我晚上要催我的仔就讲，爸爸你最好晚上不要去做工。一个国家如果人民全部都是事不关己、机不老行，还有很多傻的在那个网上叫人家投废票，国家有难的还要投废票，这种时候的还要来投废票？你投废票就是马华叫你的，帮国政保住政权，你明白吗？自己的国家，为自己的下一代。